开始。哎，喜爱决胜时刻，热爱决胜时刻，没有决胜时刻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各位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太感好，我是翟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也邀请了一位台湾非常厉害的射击游戏的玩家，而且是担任了台湾141特遣队的小健来到了现场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小健。比赛开始了，比赛开始。好嘞，总共计时20分钟，先获得1500分的队伍会获得胜利。来看一下小健这一场，现场有很多的玩家很支持小健。那各位现场的好朋友呢？你看大荧幕的左上角，左上角这边就是团队的分数哈。目前小健呢，小健还是蓝队嘛，好对，蓝队是画面上方54分，60分，其实分数现在非常的接近。红队是66分。哦，有哦。哇！哦呦，到底在哪里？哦，刚刚底下一楼是不是有人？哦，有，正面钢枪哎！哇哦，他躲在垃圾桶旁边啦！这个没想到哎！所以这款游戏可见做得多细腻哦，垃圾桶也是可以躲人。哎呦，都是狠人哎！哦，这边好多人！哇，换弹夹！哇，直接丢投掷物，好聪明哦！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他们等一下如果一票人冲过来，来了来了，哦，哇，这个埋伏点非常有，很像很像，真的很像，他从上面跳下来的，队友补掉，队友补掉，红家打光了，哎呦，结果红队现在已经上1000分了，换一把试试看，好，换这个啊，大管的，对，然后直接换大管的，那你要去二楼吗？这个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了，狙击枪，就是我没打中这样子，没打中也会看得很清楚，对，没错。哎呦，小健不错，也给这个观众示范了狙击枪。他换武器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里面武器种类非常非常多。是的，然后又可以这个就是没打中，打住了队友，又没打中。我是有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还是换回去好了？还是换回来。你都示范完了，差不多该换回来了。不行，我应该要再试一试。落后的分数呢，缩进到了34分而已了。哇，有。我还想说那是谁，怎么慢慢的下来？对，在空中当一个火把嘛，哦。哇，近距离，人家要拿步枪，你拿狙击枪。他有要切，但来不及。来不及。哇，好多坦克啊！路上超多坦克。这个是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的。对，你们的这附近有两台。哇，有点帅啊！我好想用啊。敌方有一台，你上了去哦，可以哦，没人可以去。哦，来了！帅了！打前面的。就等这一波。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扫射就对了，拼命的扫射。没有，我一直射，然后很多烟，所以我都看不到。结果有射子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，对，哎。尴尬。人呢？哇，真的也视野好像不是很好哦。没有开车的，你要叫他赶快前进啊！这是可以射的吗？哦，哎呦，打直升机，这么帅，互打哦！有加50，打爆了，加50。哇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忽然变另外一个游戏，体验更好？哇！哎呀，我死了。我被轰炸哎！啊，很多人要降落了，降落，降落，降落！哎呀，对方已经输了，拿到了1500分了，差刚好100分，嗯，对，刚好差100分。我刚刚是2400哦，2400，我现在杀一个100。哎呦，准哦！哎，那是自己人，难怪我说怎么打不死。你还丢他？你这样在战场上真的不行呢、欸！你这样在战场上真的不行呢、欸！对啊，会紧张嘛？会这个就是敌人了，敌人了。还好他没射准。还好你反应快。对，不能敌我不分啊，你们。
哦，这把的开局好像不错哦。哎呦，分数128-97哦。我这边听一直蹦蹦蹦蹦蹦，很多脚步声，楼上啊。哦，我很紧张啊，听到脚步声啊。哎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我没有，你也要开车了。有了，我又有车了。哎呦。有车就是不一样的人了，不要撞到。但是其实是上面那个人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可以开枪。对，我感觉好像只能这样子。来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敢过马路啊？后面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哎，哎，有一排，有一排。不是打保龄球啊，直接一排撞过去。那边有人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碎了。开车好像比较强哎，你不要当射击游戏选手，你当赛车选手好了啦。哎，哦好，跟我没关系，直接撞进去。你怎么开车那么猛啊？判若两人。哦，小心哦，又是。因为我现在在他们基地，他完全都不知道。哇哇，哎，他下来了。是有。有这一波。哦，这一波赚了哦。要赚。这波很赚。我是躲在家他们家里面偷杀，所以。分数蛮好赚的，我好想爬上去看看哦、喔。可是上面好像很多人，爬上去会不会头就没了？就中刚爬上去，然后头就没了。哦，有招牌，有招牌。哎哎，哇！天哪，强哥，强哥打他！奇怪，为什么我爬上来他没看到我嘞？哎呦，是有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有那个了，我有那个了。哎呀，就在小健的神勇发挥之下，好笑，我直接用枪托然后打他。可是我好像会炸到我自己哎，你不要，有点尴尬。冷静点，冷静。哎，有有有有，加一百，加一百，加一百。哦，有炸到一个。哇，就在小健的神勇发挥之下，现在他的蓝队已经是领先的红队将近100分了。哇。这不愧是蓝队大将军，你这样爬上来，对，现在888-785，很多很多很多，被发现，哇，很有近距离，哇，有手短开了，有没有？手短开了，刚刚那个人打好像有点不准，果然是要打第二场。哎，怎么上面有一个人跑过去了？我想再爬上去，你要直接上来，哎呀，我被打了。哇哎哎，他谁？又他枪托打他，因为他一直在这边，他千防万防，没想到有人。对，怎么样？刚分数怎么样？2700分了。哦，2700分了。哦，下面还有好多。转点换位，有人上来了。哇，我被敲死了。大姨啊，花姨啊。在2分获胜，那掌声鼓励给小健，1503-1263，然后小健的分数是3650分，恭喜。他这个分数比那个龟狗的还要高，对，比他龟狗还要高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到这边。哇，这个手还在抖，是不是？有点紧张。对，聊一下啦，胜利的感觉如何？就你刚刚那一场的表现。我觉得我玩得不错，玩的对吧？确实，确实，确实玩得不错。那这样整个两场玩下来的游戏体验呢？对对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非常多样化，你看他那个枪支可以依据你自己搭配，就比如说可能刚刚人家是把你狙死，你就用换狙去报仇啊。嗯，对。那如果你真的刚枪刚不赢，你还可以是用像我一样就用载具嘛，然后就是躲到人家的后面啊。开的可真好。对，没错。谢谢，也感谢大家陪伴，不管是现场还是线上的观众朋友们，那我们就明天的舞台活动见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